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我的小花园哦，我们一起走吧。这次呢，藏王居和山兰子煎肉主义呢，在 MC有一场市集活动，17、18号肉田喜事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看看哦。那敏真呢也会带了一些组合作品和美肉跟大家一起分享。18号下午呢，我们也有一场手作活动，是手绑自然风多肉花束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绿果庭院的熊龙。我们11月17、18在 MC 的肉田喜事见哦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我准备录制呢。我是边路仙人掌。
一月啊，七十八，南高雄露天骑士，大家见，谢谢。长龙园，十一月十七、十八，一起去高雄肉田喜事。肉田喜事，不见不散。肉田喜事多肉市集与大家见面哦，大家一定要来哦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